我觉得不止一点，嗯，可能不止一点，就是他太，每次都是我跟你说对不起，能诡辩了，对谁都特别好，回家了就抱着手机在那玩，我有点吃醋，每回我一生气转转就走的时候，大哥从来没拉过我。你要买什么，你要吃什么就自己买去，你不是没钱，就这样。你这么胖，你现在嫌弃我，你为什么要嫌弃我？哪来的自信？所以我可能给他打一个七分最多了，七分吧，七分吧，七分，打六分，六分我觉得都有点高，嗯，及格分吧，也就六分吧，七分，6.3，六分吧，他骂富了吗？在一起多长时间了？在一起三年零不到2个月，细致，好细致，挺完美的吧，就跟女神似的，我觉得。啊，她其实打扮打扮都挺美的，但是我更喜欢她可爱的时候。她会送我回家，我再也不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女人了。这是什么时候的呀？认识你吧，算真是花光了我所有运气了。她其实应该是我爸妈最想找的那个儿媳妇那个类型。我挺爱你的。啊，你也别老怀疑我，然后天天审我。我挺相信他的，因为我看他第一眼就，我操，这肯定是我媳妇儿。嫁给我吧，陈阳，让我们手挽手一起从红地毯走到闭上眼。能打到九分吧？我给他打9.5吧。9分，我认为是9.9，十分吧，满分。我应该给他打10分，必须满分，必须满分，9.99分。我就是特别感谢他能陪着我。我给他的求婚戒指，他只可以戴到小拇哥上，然后后来换，就换。